流浪狗一直守在超市门口不愿离开，路人凑近一看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狗狗是我们的忠诚伙伴，它们对主人十分的忠心，愿意会用它们的生命去守护自己的主人，对你付出自己一切。它们对主人的忠心有时候真的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在国外有这么一只流浪狗，它每天都守在一家超市的门口，安静地蹲坐在地上，不吵不闹，眼神向超市里面盼望着，狗狗似乎在等待什么。而一位在超市里面上班的女子出现门口时，狗狗便热情地上前摇头晃尾巴欢迎女子。等女子凑近一看，眼前的一幕让她眼泪夺眶而出。这只流浪狗正是女子前几天喂食过的流浪狗，忠心狗狗为了向女子报恩，每天都守在超市门口等待着女子下班，然后一路护送女子回家。女子深深地被狗狗忠诚给打动了，不忍心让它继续流浪，便收养了这只流浪狗。如今几年过去了，狗狗虽然开始慢慢变老了，但是它依然每天都会出现超市门口等待主人，一路护送主人回家。